主要喺啲個測試入邊咧，我哋做咗14部嘅冷氣機嘅嚇，係分體式嘅冷暖空調機嚟嘅嚇。咁啊，價格咧分別由6180蚊到15300蚊嘅嚇。咁我哋喺呢個測試入邊咧。主要可以話係分兩部分，第一個係一個性能式嘅測試，頭先亦都講過啦嚇。咁一個咧就將兩個加埋之後個綜合咧，我哋就有個測試評分嘅嚇。咁咧就用5分嚟做滿分嘅話咧，咁我哋有8款咧嘅總評分咧有4分啦，同或者係4.5分嘅，咁其餘咧就有3.5分嘅嚇。咁呢個獨立測試入邊，我哋嘅做法咧就係將冷氣機咧就係假設佢每年咧係使用180日啦，咁每日大概係12小時啦。咁如果係每度電係過2人錢嚟計嘅話咧，咁咧我喺每年制電制冷嘅時候需要嘅費用咧，由946蚊至到1249蚊不等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個相差係可以有24%嘅。